大家，异象消失了。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要一同前往天界。既然这样，我会送你到天门，但是你得答应放了我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。您得跟我一起去。够了没有？我要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永德虾红素叶黄素神医，精彩最终回。